个今天我们就是先走，那我们最后改了一个名字，我们想说，其实因为我们有很多条时间轴要进行，看起来像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也改叫 Tech Story。你看，我们连那个 logo 都有了。哦。对，感谢大家，我们第一次就凑齐了 UI U X Coding， 还要出三张嘴，还要借由电脑一个休息都有，这是很神奇的地方。那我们早上讲过为什么今天时间轴，因为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不管对事件、议题，叭叭叭，那帮大家过。这是传统的方式，就我早上说过。那我们原本今天早上带来的东西就只是这样很粗糙的东西，哎，有多少可以直接输入，然后自动调刻度。然后呢，我们其实原本是就参考，是参考 Timeline JS， 就那个 Time Mapper 时间地图，也是用它的东西来去延伸改造。那这套东西呢，你要怎么用它呢？其实你要用 Google Spreadsheet， 所以你要到后台去打一堆有没有，就看到表格就不舒服的人。我相信一定很多，所以我们想让它变成比较直觉化输入，这是我们的核心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新大陆，有一个那个 BIS JS， 它其实比 Timeline JS 更好用，它有更多的一些元件可以使用，所以我们会采用它，然后来作为我们这个容易控笔时间轴工具的核心。然后重点就是不要进后台，直接点了就可以上了。那我们今天主要就做了三个工作，是初始页面，主要界面跟输入界面的东西。那这是全景图。那简单来说，我们要做一组很多轴线的这个东西，一个每个 timeline。那我们想法是上面点一下 ，click 一下就能够有一个 pop up 视窗 ，pop up 视窗，然后就可以填入时间啊，这个主题是什么什么吧吧，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Google Sheet。那可是一开始我要开这个轴线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topic， 这个故事叫什么名称，然后它到底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个 time range 是什么 meter 什么，就它的时间刻度是年月时分这种年月日时分，然后它你还有你要开几条轴线都可以在里面设定，而且呢你新的使用者也可以自己加轴线，哦，你觉得这条两条轴线不够就可以加第三条，那这是我们最初的构想。OK， 好，然后我把它跳回来看，那我们发现新大陆呢，你看原本的 timeline 是像这样子，它就是像这个点击这样子，好，这是 timeline 的这次就已经很还不错，可是你没办法直接编辑它很麻烦。然后我们发现新大陆就是这个 BISJS.org 里面有的东西，然后我们来操作一次给大家看，像它这个东西，它就可以直接上面直接点击 new item。New item 就可以上面直接加上去了。对，那我们大家可是它界面还是不太好看，不太好用，那些东西我们会再去编辑，然后包括它的时间序列，它可以做调整，然后它自动切，它可以，我们可以 zoom in zoom out 这个功能，它大概也做到，所以轻松很多。我们只要把这东西变得更有使用起来更友善。那这是这个部分，然后。然后呢，对啊，感谢我们 Vivian UIU 插件马上就生出个 story 出来，那个生出个 logo 出来。然后我们目前大概的界面会长这样子，就你进来就是start story， add new story 进来，然后你就可以增加轴线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点增加轴线，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 timeline， 就是你 add再点我们右下角这边 add timeline 之后，你就可以这边加哦，你只是这一条轴线的名称叫什么，你的时间 range， 然后颜色，然后描述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开了一条 block 出来，就一条线，它不一定要 block， 以后可以改成线的模式，这我们都可以再讨论。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线上增加事件， OK， 增加事件，那我们就是像这样，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加 hashtag， 还有右上角不是有星星吗？就是这是关键事件、焦点事件。帮他们打下广告，那就是专门 tag 可以出来，那这 tag 以后也许可以做一些其他更多的用途，我细节再不多讲。那你就可以新增 timeline to， 就可以下新的东西，然后你下面可以看到只有 zoom in zoom out 的功能，然后未来还可以希望有搜寻等等功能。那现在我们之后可能也是希望说视觉化之外，它背后一样可以用连接到 Google Sheet， 因为 BIS 的问题是它后面是直接 JJS 来输入，而不是用 Google Sheet， 所以我们可能在中间把它看到以后，它后台还是 Google Sheet 方，大家做大量的编辑输入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接下来一些问卷表单方式也许也可以做，那就是你觉得最重要三个人生的时间点是什么，那你就可以直接自己心里标，最后大家统计出来，
就很好玩。然后输入栏位就是我们每一个事件的地方，也许我们以后这里就可以加，还有你的评论加一，就评论加一，作者显示，比如说这是谁写的，那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最后能希望能够变成纵轴，因为在网页上显示也许更容易，然后输出上肯定更方便，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感谢没有人加入，我们这次三个愿望一次满足，想加入我们的在 Stack 里面的 Hashtag 是那个 HackStory， 谢谢大家。谢谢希望。